首先，我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Zoe Ong， 你可信赖的 BDO Guru。对，我是在1999年进入美容生涯，然而就读于新加坡 Tokito 学院。我拥有 CDESCO 和 World Master 文凭之外，我还是一个纹绣师。我也在韩国、中国、越南等国家和其他这些国家的医生同一个时间一起教育和分享最新的医美科技。我也在和一间韩国线雕厂家配合，担任他们的 KOL。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栽培全马的美容师怎么样安全使用我们的产品。接下来我将会每一个星期和大家分享我的教学心得，还有一些线雕须知的项目。然而我也会和大家分享韩国最安全最新的知识方法。我的强项，我最善于处理一些梗塞，还有一些生长因子所造成的不适，还有一些微整形的并发症。我已经做了超过10000次以上的埋线记录。现在的美容趋势，韩国线雕手工的代表，想不想成为6位数的美容院，就跟着下来这个连结。谢谢大家观看，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在下面点个赞或分享哦，拜。